人，在工作的时候被同事发现他趴在地上，旁边流了很大滩的血迹，于是赶紧打电话给119报案。等到消防队员赶到的时候，发现这名老翁胸部压着一台手持式的砂轮机，而他的左胸跟手臂都被切开了，送医急救之后回天乏术。